然后跟着是我老朋友，我就是想着打那个电话去关心他，跟他 say hello 而已。结果他没有接，他也没有回电。你有打电话给柯文哲市长要这个谈所谓北市补选白绿合作的事情？好，这个事情应该是很单纯的一个事情，也就是今天金周刊写的吧。好，那上礼拜有一天，当然我忘记哪一天了哈。当然上礼拜大家心情都很不好，那我就在看电视的时候看到验票怎么样，然后才想到，然后跟着是我老朋友，我就是想着打这个电话去关心他，跟他 say hello 而已。结果他没有接，他也没有回电，那我也没有再继续打，就这么一个单纯事情。所以周刊怎么写，当然他的事情了、啊，实情就是如此。那大家知道我是立委党团总召，立委事情你问我，我无所不都一定会很清楚回答。我向来对于党务事情我都不做发言，这个事情是要问选举策略有没有党主席右昌，也有提名小组，我绝对不可能去越俎代庖。